这是门，它可以推开180度，这个叶片可以转105度，可以直接这样擦一擦，非常好清洁。铁门不会通风，这个门可以通风，里面还有纱窗，可以装不锈钢，可以装尼龙网。很多人他的环境会有一些老鼠动物出现的时候，老鼠假如纱门在里面，叶片在外面，装起来可能会比其他的纱门还安全。纱窗可以拔下来洗。当一般家庭主妇早上衣衫不整的时候，你这个叶片开斜斜的，外面看不进来，里面看得出去，所以它本身有窗帘的功能，有铁窗的功能，有纱窗的功能，也有防台的功能，它还有隔音的功能，打麻将的声音听不到。当你不要装三合一门的时候，你可以考虑这个活动离百叶门，因为三合一门的时候，它的通风面积只有上面四分之一，下面四分之一，加起来只有二分之一，然后中间呢没有风，因为玻璃挡住了。所以市场上的三合一门要清洁是一个麻烦，因为玻璃洗一片，另外一片很难洗，然后纱窗也很难拔。这个呢，纱窗也可以拔，叶片也可以洗，非常简单。Highly DIY。